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2月2号啊，时间是16点55分，那我现在在荔枝角站啊，那想跟大家走下长沙湾广场。一日到嚟大堂咧，系见到啲圣诞嘅装饰。就系唔知粒嗰度有啦。有个系 Olivers 啦。咁侧边咧有啲凳系俾人哋可以小休嘅。依家係米線陣啊！一粥麵，依度有間叫做士多28啊，梳化訂做專門店，小香園，渣打銀行，呢度有間叫做信信 supermarket 啊，呢度係電梯大堂啦。呢度是洗手间嚟嘅，咁我哋行翻出去先。呢度有间找换店啊，呢度有一间叫做 Lady Care， 是卖化妆品的。呢度有一间手机店啦，
再過嚟依間係時裝店。都是服裝店，這裡有一間叫做 Get Fresh 的，美容院呢度有間飾物店啊，士多。都是美容院啦，呢度间铺头是卖冷衫的，呢度是有间咖啡师先修班的铺头。呢度是另外一个出口嚟嘅，咁我哋入翻去睇下。呢度有间是眼镜铺，裕丰柜员机，呢边咧有啲座位咧，俾啲市民坐喺度食嘢嘅。咁呢边有间食店。呢度有间电脑维修公司，时装店啦，呢度有间花店。柯达电脑，美甲店，呢边有间 salon。哦，衣店。衣帽所，呢度都是有间花店啊。呢度有间天上夜啊。呢度有啲镀金嘅裝飾品，
咁過嚟呢邊係大家樂啦。呢度有一間賣酒嘅鋪頭，水晶店，快圖美。咁頭先路咗一間鋪頭未影嘅，依間係電子產品嘅鋪頭。依間係萬寧。呢度有一間叫做金樂啊，介紹家庭電器用品嘅。啊，呢度有一間 Jacko 嘅櫃員機。咁我哋再上一樓睇下。賣夾嘅。呢度有一間翠湖酒家，呢度是電梯大堂同埋去洗手間嘅。大新。呢度有間芭蕾舞、爵士舞嘅中心，匯豐銀行。時裝店，呢度有間藥妝叫 OP Beauty 啊，呢度有間華語傑，過嚟呢度有間 KFC， 呢度有间亚信屋啊，原先咧我谂住星期六咧可能长沙湾广场咧唔系咁多人行嘅，虽然唔系话好多人行，但都算系有人行。
中醫診所。呢度有間叫做百信健康，應該是賣啲健康嘅飲品同食品嘅。咁呢邊有間 salon 啦。咁過嚟呢邊咧，係有間盈輝海鮮酒家。呢度是電梯大堂、時裝店。呢邊都是時裝店，隔離呢度咧就是精品店啊！你睇招財貓好得意啊！又是服裝店啦。再上一層咧，就有新形象新商場啊！咁我哋再上一層睇下。咁上到嚟有间甘味嘅茶店，我相信喺一层系食嘢多嘅。呢度系卖盐水鸡嘅。咁过嚟对面咧系有啲座位俾啲市民喺度食嘢。哇！設計得好舒服喎，好大自然嘅感覺。依間店鋪嘅名好得意啊，叫水產海島啊。哦，再過嚟呢邊咧，有間叫做花落誰家，好有創意啊！佢哋改啲名。呢度有一間服裝店啦，一邊咧相信係啲臨時攤檔嘅，係賣緊啲圖書啦，同埋啲文具啊。同埋有啲 puzzle 啊。同埋有啲筆啦。有啲圖書，呢度有間中醫診所，呢度有間叫 Little Lamb
是不是织毛衫的铺头、护肤品公司。啊，呢度有间叫做 Capus 啊。咪乜买猫猫用品嘅？呢度有间画室，呢度系教育协会啊。兴趣班中心，呢边都是呢度应该是儿童游戏场啊，见到很多 BB 在度。有个卖童装的，呢度有一家叫东京翼啊，应该是卖日本的用品的。水晶店，这里是卖饮品的，似乎它这一层想划分是美食广场，这里是美容院。呢度有一間叫做金水堂啊，呢度係賣餃子嘅喎，粵巴茶室啊，喺度有一間，哇，好有氣氛啊！呢度有一間叫 Billy Show 啊。他們的裝置很有氣氛，和很舒服的環境。現在我們穿過來，這裡是電梯大堂，咁呢條片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離開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頻道喎。
多謝大家的收睇，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